在人生里面有点热。哎呀，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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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帮我们翻译小姐擦汗呐，多么贴心的举动，她要哭了，我们翻译小姐要哭了。贴心的帮翻译老师擦汗，韩国男神郑宇盛暌违九年来台代言名表，暖男举动引起全场一阵尖叫，就连媒体联访时间也要狂撩记者。他刚刚提到时间重要性吗？他有没有想要特别回到哪一个瞬间？아까이제그시간의중요성이얘기를하셨는데太靠近看了，不好意思，긴장하셔가지고저분이我们转那边还是转那边？저기카메라보고하셔도괜찮으시다고생각합니다郑宇盛魅力大爆发，尤其是那雕刻美男的外表，加上优雅气质，连主持人阿 Ken 都忍不住频频称赞。台湾的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哇，我可以当你朋友 ，I can be your friend，I can take you out，and have some fun in Taipei，and I have to say you are unbelievably handsome，unbelievably。我知道。谢谢你。谢谢，不客气，不客气。Beautiful，handsome，too handsome，unbelievably handsome，how could you？The most handsome human being in the world。习惯了吗？굉장히어떻게아주몸에배셨나요아니요그렇진않아요그렇게보면은 근데이제그어쩔수없이이제사람이라는게어떻게시각적인어떤모습에이렇게반응을하게되고거기에대한어떤평가들을받을수밖에없는직업에있다보니까이제그런얘기들을많이해주시는데사실한사람으로서그리고해가거듭할수록나이먹어가는남자로서는어떤외형적인것보다는좀더내면적인아름다움을여러분들에게이렇게보여드리고싶고함께공유하고싶은그런욕심이크죠사실은非常的珍贵十年才来一次九年多快十年了可不可以多来啊以后자주와야죠아야常来其实我的问题已经差不多已经问完了但是我还是想要看到他讲话的样子因为真的帅得不得了尤其是我已经汗流浃背了我们的这个翻译小姐呢也满脸都是汗了她居然可以完全不冒汗还是帅成这个样子真是人中之龙好人中之龙怎么办啊帅到男生看了也有恋爱的感觉其实郑宇盛这回难得来台原本还想和过去一起合作电影的张震见面可惜时间搭不上只有希望下次有机会呢再来台湾洪全乐今晚入报道